一起来认字。小朋友，生活中有很多很多的国字，这些国字你都认得吗？现在就跟着默默一起来认识国字。今天要认识的国字是冬天会需要用到的东西哦，一起来看看吧。帽子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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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围巾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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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这是帽子，这是围巾。冬天的时候可以戴帽子和围巾来保暖。小朋友是不是认识这些国字了呢？生活中到处都看得到国字哦，小朋友可以找找看有没有今天学的国字在里面呢，下次再跟着默默一起认识更多的国字哦。